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？太多太多不容易，磨平了岁月和脾气。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身后不散的宴席，是因为我们还在，心留在原地。张开手，需要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收看《梦想之路》。我现在在外面出来了，因为天气这么好，在外面视频很好，觉得这样的环境来视频更好。我今天5点起床了，但是之前也会起床早，会早点起床，但是没有那种的规矩，就是会一天起床，那是两天不起床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设定了这样的目标，就是我每天，连续，即使以前，5点起床，和9点和10点睡觉，不管几点我去睡觉，但是一定要起床五点之前。这个目标为了什么？因为起床5点以后，你的工作的效率会提高的2倍，甚至10倍。现在我20到30岁，就是打天下的时间，所以我不能花自己的时间在睡眠上，所以我每天只能睡5-6个小时，剩下的18个小时我继续奋斗。所以我现在设定了这样的目标，即使一天每天做我设定的目标，万一我一天不能起床，就重新开始这个目标。所以我每天拍一个视频，就是我每天做的事情我拍下来以后，然后给你们看。如果你们也希望设定这样的目标的话，给你们提示一下，就是一个 challenge， 你可以提示一下做第一，读一本书，读10页以上的书。是什么样的书？不是小说，就是不是漫画，应该读帮助你学到一件东西的书。第二，吃好的饭，不是吃很多乱七八糟的饭，就是三，每天坚持做45分钟的锻炼。锻炼可以出去散步，可以出去跑步，可以去健身房啊。而我的话，我报名了健身房，已经2个月了吧，我去健身房锻炼。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健身房，然后我别的方法去，换个方法去锻炼。不管怎么样，45分钟以上我锻炼身体。这个是第三。第四，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2个小时以上。比如说，而我的话要准备考试嘛。好，时间差不多八点了，我们9点有课，正好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为了准备我们的作业。今天我去实战，大概是5分钟。我自己的 PPT 已经做好了，但是主要的讲的内容要稍微联系一下，所以我来到了这里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有谁比我更了解？放大一些，这个太小了。太多太多不容易，磨平了岁月和脾气。冻死可以带冰雨吗？时间转眼就过去。有没有冻死不能带冰雨的？不散的宴席。来，考你的啊，输掉。只因为我们还在，心留在原地。张开手，需要。多大的勇气？但是没有，但是
好，大家，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八点了，那我们来到了健身房，我们一起锻炼吧。练完了，咱再出来，时间差不多九点半了。我们今天有个重培的一天，差不多结束了。现在会去洗个澡，然后去睡觉。明天继续去起床五点。那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别忘订阅和点赞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